在我们眼前的是麦块最新的物理引擎。当你打破一个方块，它会像真实世界那样碎裂一地，甚至是一个方块的碎裂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方块，从而实现蝴蝶效应。当你丢出一个物品，它不再只是被扔到地上，而是像投出棒球一般形成一个完美的抛物线。我们要在这边郑重宣布，无限水源从此刻起永不存在。当别人还在学习一加一等于三的时候，你会代替牛顿揍他一拳，告诉他这才是真正的数学。牛顿曾经说过，如果说我的麦块来得比别人更好玩，那是因为我站在模组巨人的肩膀上。所以为了实现最真实的物理效果，我们这次会安装四种物理模组，其中第一个就是被国内外讨论到快烂掉的 Physical Mode。曾经有一位 YouTuber 在介绍这款模组的时候，把 Physical 念成了 Physical， 从此接受着万千网友们的热情指教。但我想比这更令人热情的是物理模组的破碎效果。我第一次见到，仿佛是见证到了 MyQuai 2.0 的诞生。我们拿原版以及以前介绍过的花式颗粒来做比较，原版的 MyQuai 就是如此的朴实无华且枯燥。花式颗粒不愧是下载次数超过1000万的模组，还颇有一番风味。但 Physical Mode 才是真正把物理两个字给具现化的存在。当你砍下了一棵树干，你砍的不是方块本身，而是一整株树。当你在矿坑里面闭关开采隧道时，你挖的不再是那一颗石头，而是一整面墙的一部分。仿佛原先与玩家交互着的麦块世界，不再只是由一颗一颗的方块所构成，而是由一棵树、一面墙、一整个真实世界所形成的。物理引擎也就把这个歪脑筋也动到了生物身上。当你把斧头残忍且愉悦地挥到牛牛身上后，你会看到它的四肢随即被肢解，头部、身体、前脚与后脚应声分裂，仿佛在下头的精准一点，连沙朗、菲利、纽约克都可以被完美的切分出来。台湾猪去除无用的猪头、猪脚后，剩下的就是那精美的上等牛五花。连小鸡稍微的去头去尾、拔完毛后，就是在麦块里面开设 KFC、肯德基的最佳素材。讲到这，差点以为我在介绍食物模组了。Physical Mode 看似只是一个物理引擎，试着帮助玩家们更好的融入到了麦块世界。第二款模组 Drops 则是把掉落物的物理做到了极致。在原版麦块中，当你按下 Q 抛出物体，它会像男生尿尿一般抛物线往上，然后迅速下坠。无论你是有棱有角的十字镐，轻如羽毛，重如石头，每个人的掉落曲线在麦块之神的面前都是公平的。紧接着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被你抛弃的物品会漂浮在地面上，同时以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开始自转，仿佛就在尽最后一分力告诉你快把我接回去。不看不知道，没想到原版麦块的掉落物这么的奇葩。所以后来有人开发出了像是 Realistic Iden Drops、Iden Physical Light 这类强化掉落物物理的模组，在他们操刀下的物体会旋转、会运动，当它喷飞到地面上，就像是棒球选手滑了一般，会稍微碰撞，然后摩擦着地面，直到停下。然而今天的主角 Drops 才是掉落物理的集大成之作。你会发现同样是碰到地面、撞到墙面，由 Drops 所带领出来的抛物线特别的有力度。当你把物品丢在地板上，它会弹起，它会滚动，会和任何在这个世界上所碰触到的物体交互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还加入了重量这一元素。同样是与地板交流，别的模组顶多只会呈现花蕾的效果，而 Drops 会根据当下的动能、旋转动量、质量，甚至是物体本身那不规则的样貌，在最后的那一刹那，为掉落物绽放出它生命中最璀璨的一瞬间。这些物理的算法全部都要归功于背后的物理引擎 Ryan。没错，这些效果不是 Drops 的作者所做出来的。严格来说，是 Ryan 写出了极其精细的物理演算法，然后再由 Drops 给具现出来。这概念就很像苹果的手机很香，但其中他们所设计的核心 A14 晶片其实是由台湾的5奈米技术所打造的。这种上下游的合作在真实世界中可以促成极大的科技演进，
而在 Minecraft 的世界里，就会诞生如 Drops 这样超真实的物理掉落模组。第三个模组 Fluid Physics 移除了无限水源。具体来说，不是无限水源消失了，而是不能生成无限的水。那么你会问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把一桶水倒到地板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然是往低处流啊，不然你以为了？水现在啊会在它的流动范围内尽量的向下移动。这里所说的向下移动是那唯一的水方块哦，会整摊的往下走，影响范围顶多也就前后15格吧，而不是像以前哦你在高速随意放桶水，下游就会泛滥成灾的奇特景象。不过透过和天然瀑布一起形成的泉水方块 Spring Block 就能够把到处流动的水给黏在上头，形成一种好像里面真的有一大滩水流出来的感觉。总之往后你在生存时势必会变得比较硬核。就以农田来说，以往两桶水就能够解决的事情，但现在你必须学习古老文明沿水而居啊，在水源附近种田，不然来回取水的时间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让你能够扮演着台湾西部的农民，享受一种沉浸式的种田体验。对于深度玩家，你甚至可以自己建造水帮补以及麦块版的三峡大坝，把水很明确的想象成一个会流动的水方块，透过水帮补向上挤压，再持续流入新的水资源，从而实现水往上流的奇迹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水是有限的，一旦我们过度的消耗它，不就会有用完的一天吗？然后别忘了，麦块里也是会下雨的，雨水会补足海洋以及湖泊所消耗的水资源，直到回到原本的水位。总结来说 ，Fluid Physicals 好像给了我们很多的枷锁，但恰恰就是这些枷锁，让我们开始愿意去珍惜水资源，从而真正的去享受游戏。但如果这些水除了会流动之外，还会侵蚀地表，又是怎样的感觉呢？最后一个模组啊 ，Water Erosion 被我翻译成流水侵蚀。顾名思义啊，水不会侵蚀地表，流动的水才会。当水流过泥土、砾石、沙子、粘土后，它们就会被侵蚀成更松软的方块，或直接消失。像泥土就会变成砾石，砾石变成沙子，而沙子则会被化为虚无。至于粘土啊，这个没有人跟它有关，基本上就是个边缘人啊，水流过去就不见了。对此啊，粘土表示严正抗议。流水侵蚀配合流体物理，简直是把水的玩法上升到了极致哦。水就是水哦，它会流动，它会侵蚀，也会淤积。方块也是哦，你的掉落物会在地上滚动，被破坏的木头、石头也应该会先碎裂后才变成掉落物。其实上面这些模组哦，倒也没有必要说什么真实物理哦，他们就只是还给玩家一个真实且正常的游戏环境而已。好消息是哦，今天介绍的四种模组，要不是有支援 Forge Fabrics 双平台，就是有相关的替代方案啊！记得要点到模组页面里面的 Files 页签里头，才会有你需要的所有模组档案哦。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可以点进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我非常期待他们能够为你的 Minecraft 带来值的提升哦。如果你恰好有找到不错的模组想要推荐的话，欢迎点击推荐表单分享给我。我是纸片，咱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